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就去那个玩主线剧情啊。哎，哈，哎咻，今天练功怎么感觉心神不宁的？果果似乎也在争执。你们敢拦我？不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关你是谁？藏着珠光宝气，肯定是个肥羊。但劫财不劫色。愚兄，我留住你一臂之力。哇，那你太多了吧？自动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那快走！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啊！想得远也不是泰山，大侠放过我们吧！小哥只是个路人，路人，你们三个长得够狂野啊！本宫只愿意在你们初犯，不以你们为难。你们偿命就好。没有毛病。支线，很强吗？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嗯，很弱。我这边都不能快转，很讨厌。学徒那也跑，他身上穿的是天龙教中特有的服饰，他是天龙教人呐、啊。爹，我们一者行是为了救人性命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恶人，救人都是我们天职，不是吗？哎，你这丫头，随你吧，但你别奢望魔教妖人会知恩图报。哦，这个支线在单机版也有，还有吗？我在梦里总是。哦，看起来是没有了。师傅，江府的江羽公子求见啊，是你。哦，要铲除先锋寨了。不好，大家小心有血腥味！除掉你们，就像碾死蚂蚁一样简单。
黑无常，你别得意，师傅都给我们报仇了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，看来你的师傅都来救你呀，他要是不出现，你就死定了。啊，什么人？逍遥谷荆棘，小毛海，死人鬼。臭小子，我倒要看看你脖子有没有嘴巴硬，拿命来。又是谁暗算爷爷？二师兄，你跑可真快。师弟莫慌，我来救你。哼，死人鬼，你不是要找小爷送死吗？逃那么远做啥？嚣张的小鬼，今天让你知道你黑无常爷爷的厉害。打就打，非要这么多干嘛？哇，现在才到黑风寨哦，那个剧情进展真慢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我写蛮厚的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哇，好多人可以用。施我一掌。看招。你们给我等着。黑无常，没想到我一放回老巢，还袭击光兵。看来咱们黑风寨已破上眉间了。支线。我曾经在一款叫做《侠客风云传》单机版的游戏中友情演出，想知道表演如何？你可曾玩过此游戏？玩过啊，真的玩过啊。这是要干嘛？嗯，我不管，谢谢黑风仔。中原三十六路绿岭大道总在南路抢劫，无恶不作，力所能攻，值得放弃。地道，巴龙，哦，这你哦，好的，快转，哦，打一。大哥疼，石刚，狮捕头，你怎么在这？跳死鬼，虚真，
乞丐找和尚讨钱。啊，这么快怎么？啊，打赢了！可恶，给我记住。啊，祖先。来放烟火了，庆祝他的死期。哇，我会打不赢啊！好，这边先快转。多亏有这射妖大侠的先见之明，带领江南一地的官兵前来帮忙，否则也不会如此顺利。射妖大侠，郭靖。打得赢吗？好，先等一下，我先升级。好，来打。没想到我黑风寨今天这么热闹，一路发财，白马命的银子都交出来。一群手下败将，见到王师还敢如此猖狂。我怎么觉得你这么眼熟？你是什么时候从地牢里出来呀、啊？混账，那会以多欺少，我。那你可敢与我单打无斗？无常鬼，我来做人对手怎么样？是小鬼，那就不要怪爷爷以大欺小了，看招！白无常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那我们主角已经被砍一半的血了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再见吧，刀剑十杀。你都欺少不是好汉。此乃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就单凭你们那聊我们风多黑白无常，败就是败，你想怎么做悉听尊便。等等，究竟是谁向我们通风报信的？你们背后的金武究竟是谁？天怒教、天一城，还是想知道吗？做梦！白道上的事情也用黑的去解决。丑霸之人，
什么啊？可是为什么你还在啊？毒线哦，这边太多人了吧？去黑风山找玄冥子，怎么又是巴龙啊？快转！好，可恶，都不记住。支线小香，这应该选，我选两个，选任何一个应该都可以啊。看大脑的时候，我记得是用内力驱毒猪脚才不会受伤啊。又是你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哦，血好厚、哦。应该打得赢啊！打久一点。人不为己。天诛地灭！哦，太强了吧！对，有够强！狮王走马，与之入瓮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姐姐打你！刀剑十杀！啊，你呢？差点赢不了。那我们先进祖先吧。大口信，有埋伏。是你，师叔。打爆你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这边先快走。小北功夫不错，难怪这么嚣张。不过这点功底还差得远。
荡平黑轰炸，黑轰炸日益猖狂，持久剑侠求援找面。小小三侠再次出马，众人齐心攻黑风，虽不容易却顺利。天王教半路拦截救贼手，才发现黑风在牵连甚广，背后实力迷雾重重，又或者是新的阴谋。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。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就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啵啵。